赛的15度准备，叫做四分之多少？根号6减根号2，怎么背？6减2等于4嘛，有问题？这是什么烂口诀？越烂越好记嘛。OK， 好，来 ，sin 的18度叫做四分之根号5减一。嗯，那记啊，老师怎么记？来，三角函数案发地点直角三角形，15乘以6多少？是不是90？18乘以5多少？是不是90？对不对？脑震荡都不会记错嘛，对不对？老师有什么烂口诀？我就烂 ，OK 啊？来看一下，快点，不要，那什么可能可以干？什么可能可以来？快点来！